彩街点要灯笼嗰阵时你撞我撞嘅，一齐整立煲立，系煲立，我哋以前系煲立。中秋佳节，细路仔一齐上街玩灯笼嘅情景，可能仲存在喺好多街坊嘅记忆里边。但喺广州东山口经营文具铺嘅王叔就讲，呢几年嘅中秋节卖灯笼玩嘅人少咗，咁而家入货都唔会准备太多。中学唔会人买嘅，小学、幼儿园啊，要交上去咁。你咁样翻咗货之后，会卖唔卖得晒咧？唔知啊。王叔售卖嘅灯笼，清一色系基本款，用嘅都系安全电子灯，一只售价喺10蚊左右。记者走访鹿城区内嘅多家店铺，发现在售嘅灯笼较少，款式亦都比较单一。而喺广州一德路嘅批发市场，灯笼嘅款式则多好多选择，既有传统款嘅蜡烛纸灯笼，亦都有更加符合时下细路仔喜好嘅新奇款式。呢啲塑料玩具灯笼售价要30蚊以上，老板话卖得好好。时代啊嘛，时代兴呢啲，依家细路仔嘅眼光同我哋以前嘅眼光系唔一样嘅。你攞以前嘅纸灯笼俾依家嘅细路仔玩，佢系唔爱嘅。嗱，相比机器批量生产嘅灯笼唔同，我身后边嘅呢一间灯笼铺咧，反而系有啲特别。嗱，佢哋平嘅卖20几蚊，贵嘅咧就卖到成600几蚊。反而咧，好多人咧系过嚟抢购。嗱，事关佢哋嘅灯笼咧，全部都系用手工做嘅。位于广州光孝路内巷的这间灯笼店，主打的是各式传统的老广灯笼。中秋节前夕，店铺门前人头涌涌，顾客老中青年都有，而且想要买到心头好，还要拼手操。133，贵唔贵啊？100几蚊买两个灯。而家都算差唔多啦，纯手工梗系啦，唔系都。到处都有卖咧，系咪纸嗰啲？有冇人认同你嘅价格，觉得好贵？有，当然有啦。即系佢觉得，哎呀，佢觉得原材料系好平嘅，即系你买几廿蚊，佢觉得贵。但系佢冇谂到你整个灯笼系整2-3个钟。应依讲，而家物质越嚟越丰富，手工反而更显珍贵，亦都越嚟越多人愿意从呢啲传统灯笼中寻找中秋味。我觉得今年十分之浓郁。因为今年好似好多啲僆仔僆妹啊，年轻嗰啲爹哋妈咪啊，多咗人嚟购买呢啲传统手工灯笼，比往年系多咗好多嘅咁。嗱，买手工灯笼咧，除咗系揾特别嘅中秋味，应该仲有嘅系